我们既有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，也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命。这次夏令营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，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祖籍国的历史、文化和风土人情，也让我们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建立深厚的友谊。我们绘画灵魂的同学